獲取中國武術段位七段，亦都係陳靜蕾大師嘅入室弟子。佢分別喺2012年3月創辦咗香港太極武術學院，亦都喺2005年5月成立咗香港陳式太極拳總會。佢係兼創辦人同埋教練。陳師傅資歷深厚，現時亦都係香港武術聯會嘅名譽會長、武術顧問。陳師傅今日為我哋表演呢一套陳式太極拳咧，係老界一路。佢嘅動作舒展大方，步伐輕靈穩健，身法中正自然，內勁統領全身。水。